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呢很厉害的这个剑湖山世界的摩天轮，今年的焰火呢听说有610秒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对我的陪伴不只是610秒，也希望每一次都有我的声音在你们的身边陪伴着你们度过每一秒，不管是挫折还是伤心还是难过还是开心的时刻。2013年我们要告别，2014年我们要再见，我是卢秋英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我要去表演咯。日本红回来。